上海附近的教育。哎，先生你好，请问你是哪里人啊？啊，我上海人啊。那请问上海的父亲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的？教育啊，上海的爷一般闲话不多啊，基本上像侪是用行动来教育小人啊。能具体说说吗？就譬如讲侬比较乖的辰光，上海的爷呢一般性侪会得烧饭的，侬想吃啥，侬只要帮伊讲，不管多远多难买，伊侪会得帮侬买回来烧拨侬吃，让侬开心。那如果不乖的时候呢？不乖的辰光嘛，伊还是请侬吃么子呀，就是迭个辰光，伊就不考虑侬欢不欢喜吃啥了。伊只考虑伊想请侬吃眼啥。哦，那这么看来，上海的父亲还都是比较温和的。那你的爸爸一般考虑请你吃什么呀？搿全上海应该基本上统一的吧？吃竹笋烤肉，吃豆汤，吃皮蛋，吃马栗子，吃耳光，吃背包，吃生活，基本上像就搿眼物事吧。哎，那听上去还蛮不错的，有菜有肉有点心。如果生在上海家庭，我也想吃吃看呢。搿勿需要生了上海家庭啊，侬想吃我也好请侬吃个呀。